站在这个舞台上啊，心情十分的紧张，是，也非常的高兴，对，因为这是我们新艺每年最盛大、最隆重的日子。对呀、啊。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好，我叫陈子飞。好，您呢？去年呢，给大家表演的是小品。没错。这里呢是老师。啊，您老师，您老师。叫地平七。啊？罗廷七。哎。哎，罗老师人特别的好，会的东西呢也特别的多。我说会什么呢？会做地平，搞网络，会说相声，还会唱歌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您说乱了，我就一做地平的，其他的会不会？啊，对，罗老师啊，他特别会看地，搞仪器。来人，这边打洞。听到吗？我是盗墓的，我。哎，说你会看地面。哦，看地面。哎，什么金刚山、混凝土、反眼喷漆，只要你往上面一站，立马就知道这个店做得怎么样。不敢这么说，熟能生巧呗。厉害，这个是功夫。这新的一年也到了，我想问一下罗老师，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？新年愿望？哎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做什么？给我个机会，哎，我想长高，能换一个吗？这个不能，就咱俩这个，我估计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嗨，所以说罗老师这个人呢，就特别的实诚，人特别的好，什么都好，而且什么都幸福。这个幸福，哎，婚姻，罗老师的婚姻啊，就特别的幸福，非常的。崎岖，谁会也能用崎岖来形容呢？蜿蜒，这蜿蜒也不像话呀。应该是坎坷。啊，我这个也不怎么样，我这个。对，罗老师的婚姻啊，特别的坎坷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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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网购的。你等我，合着我的媳妇是买的是吧？网聊的。哦，网恋。哎，在网上聊，跟可劲聊。聊什么呢？聊好了，约好了见面。好、哦，约好了见面。哎，约好了见面。人家姑娘过来一看，哎呀，你这长得也太矮了也。这个是有危险吗？还是怎么的？姑娘，哎，我虽然长得矮，但是我这个人好啊，我有钱，有房，是，我还有车。对。人家姑娘一看。有钱有房还有车，人还好，行吧，我就答应了。对了，反正我也怀孕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是好多了，我呢也准备想跟他学习。好，跟我学。哎，我也网聊。好，网恋搞对象。哎，我找一网吧，交了身份证，我开单间我就进去了。开单间？当然了，网聊嘛。你还别说，真有姑娘上钩的。上钩？啊，真有姑娘上线了。哦，上线。哎，然后我们也聊，也聊好了，约好了，明天早上9:30，在一商场门口见面。好、哦，约会地点。对，啊对了，她穿一红色的衣服。耶。第二天我打一车我就去了。打车去的？我打一大车，会宽敞。好车。哎，车身全白，上面印着四个大字。哪四个大字？博客地平。嗨，金杯呀、啊，这车。宽敞啊，是够宽敞的。打着车我就去了。到了那边我一看，穿红衣服的姑娘，哎呦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太难看了。这难看的怎么样啊？叶公义长头发。嗨，这太难看了，这个。说这能要吗？没法要，没法要。找不到姑娘了，那是我自己的问题。经过我研究，我发现现在的姑娘啊，都喜欢什么样的？喜欢什么样的？喜欢有钱的，长得帅的，对，长得高的，
有气质。那是。那你看我长得怎么样呢？您呢？您成功的躲过了。躲得彻底吗？太彻底了。你这种说话我都不爱听。什么叫不爱听呀？你知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心灵。哦，心灵美。哎，心灵美。只要你的心灵美，你找一好的老板，好好的工作，是吧？是。你什么工作？我是一卧底。哦，卧底。啊，修车的。什么叫修车的呀？这卧底吗？卧在车底下放个机油什么的，那叫卧底吗？这可不叫卧底吗？你没听说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？这卧底还有歌？有。我的老家就在那个屯。你等我，你等我，人家是我的老家，我的老家。不是卧底老家吗？不是不是，还卧底老家呢。反正我就是个卧底，爱整整。豁出去了，这个是哪有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喊、啊？真是卧底嘛？不是修车的是吧？不是，警察。不是警察，还不太紧，不太紧，还没有证。保安。大伙瞧瞧，大伙瞧瞧，瞧这个，狗眼看人低嘛。这什么话？这是？你怎么猜那么准呢？不是，就是个保安呐、啊。保安怎么了？你说这个干嘛呀？你别看我是个保安，怎么了？我挣的还少，怎么了？我骄傲了吗？我就没见过你，没见过这么直白的，我就。话说你一个月挣多少？我不到两万。你等我。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两万？怎么了？您挣的太多了。您准确点，您挣多少？我挣1600。你等我。您管1600叫不到两万？到两万了吗？这还真没。别看我挣的少，哎，但是我照样开心。怎么还开心呢？因为我没办法，哈，认命这个事。哎，虽然我挣1600，但是我住的我也不好，成正比了。哎，我照样开心。那是那是，瞧这个1600是最疯的。您住的什么铺？说出来，我们大伙听听。你见过上下铺吗？大学宿舍。那你见过上中下铺吗？火车上卧铺。那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？是什么？没有没有。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？我就住中间的层。您住中间那层？哎，就住第三层。你别看我住的不好，但是我照样开心。那是那是，我就是天天开心，我照样上班。那是，可不得上班。我问你个问题。嗯，您说。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有钱了，给你个机会，你最想干什么？突然有钱了啊，捐了呗。我疯了，我该有钱我就把它给捐了。疯了我理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人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数一数。大伙记住了啊，小窍门啊，数一数。财迷。我数了3天3夜我没数过来。这里多少钱呢？这里我不识数啊。你不识数，你数它干嘛呀？反正我就是有钱了，有钱了我就要过有钱人的日子。有钱人的生活，我就吃，我吃好吃的，吃方便面。嗨，这都叫什么有钱呢？这都用热水泡。合着你用冷水泡过？不好吃。那也泡不开啊。我吃奢侈食品。嗯，吃什么？黄焖鸡米饭。好，真好。哎，反正我就越来越有钱了，有钱我就投资，搞房产。我投资小卖部，投资小卖部，慢慢变成超市，七变成大商场。哎，不能提商场，不能提商场，提商场我就想到那穿红衣服的女孩，一根一长头发，太寒碜了，这个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是越来越有钱了，有钱我就开心。然后呢，我就我搞房产。投资房地产。哎，我们做房地产的朋友注意了啊，我搞房产，
我盖一小区，给小区呢我取一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做海。哦，就是大的意思。我不卖。哎，你不卖干嘛呀？我在小区的周围我再盖四个小区，我高价卖。这卖得出去吗？这个？因为这是海景房。嗨，你这也太骗人了吧你们。哎，再有钱，再有钱了我就找一这样的工作。嗯，什么样的工作？找一钱多事少离家近的，位高权重有责任心的，我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我数钱数到手抽筋。哎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啊，你这个人我总算看明白了，好高骛远，不务正业，天天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机会，就算给你一万个机会，你也把握不住啊。机会天天有，得自己坚持，自己把握。告诉你，记住了，以后踏踏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。那是，像你这种人啊，就得说说你这种人。你说的这些，我都记住了。好好想想。但是，能不能最后再给我一个机会？干嘛还要机会啊？再给我机会的话，我想回到昨天晚上。主管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安眠药吃多了。嗨，说梦话。